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正手中有永远的福气，福福气送给你。那是有人在基督内，伊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代志已经过了，拢变成新的人。在基督内有全新的生命，有丰盛的恩典，恩典的人生。一草一点露，上帝的照顾，专心挖苦，不免烦恼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我是林牧师。感谢主，今天真正荣幸的请到黄文涛传道在我们中间来分享他个人的见证。哦，伊是一个无简单的人哈，我拄啊听过伊的见证，知影讲伊较早拢无信耶稣，暗过心嘛，真正硬、真正定的人。啊，这时阵咱来请伊来讲看卖伊细汉，还是讲对开始做人的时阵，伊对这个信仰的看法。大家好哈。今日真正福气哈，感谢主哈，会当来到恁人中间哈，来讲这个见证。我是未信主的时阵，我是伫这个咱传统的华人的拜这个偶像吼，甲这个敬拜这个祖先的家庭里边大汉的，所以细汉的时阵呢，我真够拜神的。因为我就最细汉的时阵，我就带你问家己这个问题，我到底咱人吼伫倒落来，将来那边到倒落去，所以这个吼伫我脑边来边去，边来边去啦。伫十五岁时阵吼，我就开始就去找，我就找到一个讲戏，话剧的戏。嘿，想吼，我就拜做这个师傅啊！我个对伊这个不等一刀吼，切了高仙的这个偶像啊，伫出来伫拜，你拜吼，早起没事爱放烧香啦，个被放几支初一十五啊，要去拜啦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讲要求福得求平安啦，结果吼拜了十年啊。伫十年里面哈，哎呀，淡薄平安本无，我出来个是点点的乱叉叉吼，但你也是家家碌碌，代志了了，拢总有啊。我想到这个应该都唔是真的神啦，我就将所有的都交到等候我的师傅，交予师傅过后，因为我继续要去找这个那人生的这个真谛哈，所以我就开始去。看到无这个不利啦，不切啦，看这个释迦牟尼安怎去深山去访名师吼，万里去求这个考诀啦，目的就是要去修苦行啦，会使引着全家啦。我就想讲，无我本来去学佛啦，三十二岁的时阵，我差淡薄做了和尚咧，做和尚到老辈84年，我爸爸吼，伊都过身伫老君厝这个三口开结束了吼，我心里面就直直个滴，你问看人到底伊去倒落这个无答案啦，无答案人真痛苦，痛苦了差不多一两年啦。老尾我的太太就甲我讲，伊讲无即摆我带你去这个叫做台湾的一贯道啦，即五教的这个天道啦，伊就甲我讲无带我你去，我入去里面原来伊人是学这个哲理的无，我就讲呢，伊人是要行功了愿啊，积功德啊，要修三千功。800个，收了就可以广告话满吼，咱就可以去到离天啦。结果我自己想，安怎才可以算到3800个？若收未够，毋就未使去到离天。伊讲要去到这个天佛院，要去修，你毋是半天掉？对，你真艰苦咧，真艰苦，一段时间哇，咱要找这个精神找未到，真在苦。后来我听讲，1997年被发生一项真要紧的代志。是啊，九十七年吼，
伊十二个九个月吼，啊，我厝内楼顶的房间啊，哦，啊，我查囝弟弟甲我讲，看到乌乌的物件，行来行去，我某也是甲我讲乌囝吼，啊，我第二囝甲我讲有啊，但你本看到这个，啊，大伯我甲人骂啦，这个是拢恁人无够困啊，你早早甲我困就好啦。疑神疑鬼啦，啊，对啦，啊，落尾最后一摆我查囝弟靠你甲我讲，伊讲无啊，爸爸，我昨暝吼，我订一粒纽，我明明看到是一点半天啊，这个啊早起是一点半，我就订这个纽啊，订到好五点半才订好。哎呦，伊讲安尼甲我讲的时阵，直直哭啊，安尼我就想着讲不可思议哈、啊。啊，我就去这个香积的这个店去买淡薄拜鬼的，讲不该拜者啦。啊，结果包了一大包哈、啊，就伫我的这个花园后边的拜啦。我来在拜了，我都甲这个啊，伊人讲我甲这鬼游魂野鬼吼，我甲讲你人食了牙膏吼，你都甲我解了啊，甲我离开啦。啊，那个嘛，那在第二里，我查囝甲讲讲，爸爸骨折嘞。啊，你讲这摆要安怎好？我太太就甲我讲，伊讲无吼，去马来西亚叫伊大姊吼，惊淡薄伊去联邦的啦。我讲好啊，安尼联邦的有可能下较有力啦。啊，结果弟弟咧，我厝头前拜，啊拜了过后哈。哎呀，果然是讲较平静啊，较好淡，较好了。我是讲是无代志了，无代志。马来西亚到十二个最后一日吼，啊、哦，我见忽然间伫这个在广岛啊做兵啊，伫转来、十二点转来，啊，我唔是拜五拜六，啊，转来就未正常啊，啊，我五点半放工吼，啊，我的工人就甲我讲，伊讲说，伊讲你诶，见转来啦，转来就好啊，啊，伊讲唔是啊，看到无什么对路咧、啊，你我就去楼顶解看，哎呦，又发真贵的烧，发烧，我该骂啊！你安尼大惊，我都揣去这个外家庭的这个老君吼，可以去看。啊，老君甲我讲比较紧啦，伊讲伊是普通的这个啊、叫做感冒，怕自己沾食药就好啦。我乃在第二日吼，伊的消息提了，那边吼，哎呦，伊的人都袂认人哦、啊，讲话本讲袂出哦，啊，佮走去这个长水经半点钟，无穿衫裤，我亚索斯佮开门吼，伊个我对头来甲我笑，哎呦，伊的笑的声都惊死人啊！更多长言。哦，安尼吼，我还无看到吼，伊就哭啊！我本看了，我讲安尼惨咯，安尼这里这世人就要多一个安尼的这个镜，安尼老伯我过较紧坐到等，和我家庭的啊老君去看，啊也给老君去看了，安怎变个安尼啊？伊讲较紧都要改老医啊，上去这里啊医院，啊我都较紧改上去医院哈，啊医院都改老医啦，哦啊六点半到十一点半直直改抽血，啊要去看看伊的这个血里边有啥物微菌啊，是这个病毒啊！啊，结果到十二点半，这个阿木啊，这个较大的老君哈，伊都甲我讲，伊讲 Mr. Wong 啊，你血是看袂到嘞，即摆就要对伊骨髓刀哈，改去抽看卖，看量看卖。骨切来。我讲问这个老君吼，我安尼严重无？伊讲真严重啊！伊目睭吼，哎，膨大，哎，随时会脑死呀！哎呦，安尼我讲安尼就惨了，安尼我赶紧签了名，哦，阿和老君去抽伊骨髓。是。啊，老尾到第二日早起，啊，我出来拢人拢来啦。出来哦，老母啦，小弟啦，哦，带你来看啦，哦，啊，我的查囝甲我的孙仔啦，吼，伊是伫阮人家庭内面是吧？路，哦，啊，个只大伯孙仔三个是基督徒啦，啊，伊人来到的时阵就讲，无爸爸，我甲我的大兄，哎，甲伊大兄要祈祷，我早就讲，你人去基督徒吼，都是上书界，啊，祈祷，我爱祈祷，你都去祈祷啦，啊，妈那会再无祈祷，个不要紧，啊，甲伊祈祷过后吼，我囝到位都，哇，敢那发作安尼，到位直直跳起来。啊！你叽叽叫叫，哇！两个国家大声、啊，吹到滴滴去，这个白泡吼，啊，滴滴该喷出来、我都搞我早间骂，我讲你人卖几多国家好，本来在几多了哈，国家安尼，哎呦，安尼搞一啊搞热吼，哇！我惊到发作啊，哇！烧滴滴滚啊，啊个。伊未退吼，啊到中昼的时阵，啊我的某吼，伊一个朋友就来了，伊讲不要紧啦，啊无即摆我真紧骂吼。我的翁一撮这个三个法师叫你出来抓鬼啦、我就在等咯，等到明时七点就去我出来抓鬼，稀里呼噜抓了点外钟，我没让鬼喊到让这个三个法师喊到半死、老婆聊好了，啊，就骑车顶吼，要登陆军区，我就问法师，我讲啊，安怎讲啊，法师啊，伊跟我讲，伊讲鬼卖出来，哎呦，感谢主，安尼我讲一阵吼，这个三个法师吼，都和我对人的信心完全无了，完全无信。啊，登到陆军区外，某个门外，伊讲安怎看，我讲鬼卖出来嘞，哎呦，啊，有两个阿伯都真无奈吼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道安怎好啦。
啊，落尾就到十一点外，哎呀，我的孙奶牧师吼，伊那有小组嘛，是啊，就教伊小组聊聊，就讲来罗君厝吼，伊讲来探访我，伊就问我，伊讲 Mr. Wong 啊，无即卖吼，我来甲你囝做做好祈祷，你爱买，我心内边想安怎买吼，啊，牧师即摆来我讲好啊，啊，就去我的囝面前边啊祈祷。啊，祈祷了到一点外半暝吼，哎，直直祈祷，直直祈祷，讲真的啦，我心里面一点相信本无啊，因为我看到法师稀里呼噜吼，鬼不卖出来，啊，牧师啊，你碎碎声祈祷，鬼嘛那会出来，我无相信，我心真的是无相信。啊，罗贝可能跟一牧师吼，走去这里沙发椅，到去休这里，哎，都去祈祷。罗贝走回来跟我讲，伊讲 Mr. Wong 啊，你心吼真正无相信，我对啊，我无相信，我都奇怪，哎，这里到底是什么？心吼，按照我的心无相信，一般的知影。哦，老伯伊讲啊，你吼就爱今日吼，你就爱做一个宣告啊，将你做这個、啊老伯这个主管交予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创造咱的，哦，你今日我从六岁拢会知，你交予伊对个你个异地，啊为着我的囝吼，啊我就做一个宣告啦。我讲主耶稣啊，今日我愿意将我做这個老伯主管哦，主管啦、啊。交予这个主耶稣你的手，哦，求主耶稣你来救我的囝啦。是是。啊，这个宣告做了过后吼，哎呦，牧师祈祷，我都看到伊的祈祷的大灵啦，大灵，哦，大灵啦，无相啊。啊，头先我的囝吼，你做你祈祷，伊是做伊困啦。是。啊，这摆你祈祷，伊会惊，会有反应啦。是。啊，牧师都甲我讲，伊讲啊，会使了咯 ，Mr. Wong 吼，咱的上帝已经哦插入这个来动工了吼，你惊免惊，伊讲这摆我都。去出来给你清理吼，清理这个头先啊，也发书诶，吼，给你做这个啊，去外注意到吼，哇，伫外间房间发觉到三四十张诶符啦，哦，符扎做兵吼。咱做某查某人啊，伊都爱和咱的囝平安啊，四周围都知道啦，哎，求求了哦，这个什么趁机拍为例啦，一到有平安什么拢烧个了，哦，烧个了了，哎，第二日早起天还未光啊。这个牧师就坐到伊教堂里面的吼，十位的这个叫做执事啦，啊，就讲要来和我搞我囝祈祷，啊，我心里边佫淡薄怀疑，恁的这个牧师安尼早来，唔知要做虾米吼，行来行去，啊，结果吼，啊，有一个伊就是伊这个执事拢总是叫做唔捌。咱等人的阿爸爸来了，爸爸人就对了，爸爸人哦，伊就忽然间走过来，伊讲牧师啊，头先我入来的时阵吼，我就看到两个乌影，哦，也铁链将我的囝红棍也走，安尼就去了啦。哦，伊牧师甲我讲，哦，这个啊，那是我今日咱也无来吼，可能我的囝就是拖去回，拖去了咯。啊，过后另外一个即时，伊就走来甲牧师讲，伊讲牧师啊。我祈祷的时阵，圣灵就感动我。伊讲 ，Mr. Wong 吼，这个家庭哈，啊，按你做你来吼，伊人所拜的吼，所做的无形中是跟魔鬼签了一个合约咧。这个合约就是要拿出来一个大件的这个名。哎呦，我听了，牧师就甲我讲，伊讲 ，Mr. Wong 啊，今日你听到要辛苦耶稣，你要求耶稣来医，啊，你为了我囝的性命吼，啊，我就接受啦，啊，是啦，我就拿起我的手，牧师。就锻炼我吼，我心灵我一个罪人，今日我愿意拍开我的心门，就耶稣入你来我的内心，做我的救主吼，做我死灵的主，做我生命的主。安尼祈祷过后，阿牧师都甲我讲，伊讲哦，你今日就是新的今日啦。哎呦，我讲我切新切了33年，哎呦，切未掉啊！今日5分钟，阿新就切掉我。阿结果吼，阿牧师就开始吼，阿甲我讲祈祷，安尼吼就看到吼，伊祈祷中间吼。将我的囝的身躯吼，啊直直吹出真只嘴骨，在我摆什么奇奇怪怪隆重给救出来咧。哦，到过后我一个孙仔吼，伊伫啊这个法庭的做法官的，伊就换车来，伊讲哎，头先你人牧师甲你做啥物？我讲啊，伊就是甲我的囝祈祷咯。伊讲安怎100.5，100.5。哦，结果咱原来在知影伫我的囝身躯啊，取出100.5的这个，咱人过去所摆物件。哇！哦，今日来讲，咱人去摆吼，咱人都是拍开这个心门吼，这个邪灵吼进来。哦，今日吼我的囝吼，哦，就是。
八空五的，拢叫牧师吼接做耶稣吼，啊拢该叫出来。啊，今仔日你个囝身体勇勇了。哦好，我囝拢即阵读大学啊，毕业了咯，啊毕业了啊，今日吼啊，转家口，因为伫即个罗君主都看到即、這个咱的上帝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呐、啊。啊，我老母本身是拜神的，我查某人本来要跳档的咧、结果隆重一家口十六人隆重信耶稣了，信耶稣。啊，我伫罗君主都神都呼召我啦，啊，我都讲好，啊，我都将我的即个生理隆重放下吼，我都去神学院去读册，读了我即阵是伫教堂教会那边做团队、做团队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然后接着是我的见证啦。若是有你在我的生命，我就永远袂惊吓。风雨遐尼大，空也遮尼宽。若是有你在我的生命，我就永远袂孤单。有你三作伴，甲你斗阵行，充满温暖袂畏寒。海水的大，石头的暖，你的疼痛无变暖，甘愿为我受尽拖磨，将我当作你心肝。海水的大，石头的
欢喜今天有黄团都跟我们分享他真的感动人的见证，我相信他用这么多年的时间来找耶稣，结果是耶稣找到他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耶稣也是会找到你，只要你愿意相信接受他。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身体的问题、金钱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，只要你来信靠耶稣，你会通看见耶稣要帮助你。所以你爱做的就是你拿出淡薄的信心，你对我祈祷，你若诚心的祈祷，你要看见你的生命、你的问题，你就改变，你就解决，好不好？你对我祈祷，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救主，你救我脱离罪恶，你为我死在十字架顶。今仔日你赢过罪恶，赢过死亡，所以我会当好胆来到你面头前。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主耶稣，请你赦免我的罪，我的生命要归乎你，你来做我生命的主人，你来我的内面，我的深深的心内的内面，来做我的救主。主耶稣，我相信你已经来我的心内，对今日开始我要经验生命的改变，我要经验问题得到解决。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主祝福你。在听歌，啊，只了
粒沙，我是一粒沙，千万粒来的一粒沙。若有一日耶稣吹着我，讲我是伊的宝贝，实在疼我。啊，我是一粒沙，风吹雨打我也袂惊，有主做我的人，有主看顾我，我是。